位斯宾塞丁威迪。OK， 接下来有请前 NBA 球员 CBA MVP 易建联。哇哈哈哈！哎，这就是灌篮，这种炸裂的扣篮，只有在这个场上才能看到。OK， 那今晚注定是一场充满了惊喜和悬念的比赛。四小节的比赛，双方魔王队交替，有请林书豪、郭艾伦两位领队上场。两位领队，谁先进球，谁将有权决定魔王赛的出场顺序，并获得发球权。第四节可以用他们的魔王是最好的，因为到第四节你已经知道我们输几分或者我们赢几分，所以就是靠这些魔王赢球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。这个结束动作很漂亮，你来了。比赛即将开始，首先由 J Team 的球员队发球，杨正，哇哦，面对阿联，稍稍有些慌，不要紧张。哦，大魔王的气势啊！上场之后直接造成了失误。这边第一回跟易建联打不会玩了，把球传出去了。放轻松，放轻松，各位。易建联，右侧弧顶。哎，自己一个失误，交还给钟建章。钟建章连续的失误，看来魔王对抗赛的激烈程度就是不一样。易建联，连个真打呀！有意，跳投命中 ，easy。丁威迪进行发球，交给钟建超。挡拆之后，钟建超面对丁威迪，稍稍有些慌张，这个球能不能拿到？底线转身没有力量，又是一记失误。丁威迪交给易建联。哇！哎！哇！哎呦！怎么样这个球？回来一记火锅。知道我们平时跟他们打是什么感觉了吧？他们真正的打，给你的火锅加点酸汤啊！易建联，哇哦！发球！两发不中，但是抢到篮板。易建联转身内线，啊哈！啊哈！啊哈！哎呦 ，face 刘恒毅。嘿，这个真的没办法。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。暂停哦。
学习 team 请求暂停。好，有两个。你们就是他们都在换，对不对？所以梦想，谁是防梦想？你去挡拆，如果你挡拆，然后他换到你，你就直接往下面，然后你传给他，对不对？ Okay. 或者就是一直 PK 梦想啊，挡拆就换，挡拆就换，没事儿，你想让他放得进去，梁哥帮你协防。好，好，可以。上一次挡，好好。One, two, three, four, five. 进。一二三，何金顺。钟显超给了容易传球，不错，抛投命中。丁威迪超远的三分险些命中，孟翔没能抢下篮板，交给钟显超外线找了机会，面对孟翔。丁威迪给到孟翔 three， 差一点。杨正机会，继续，还是被龙骑士破坏掉。易建联给到丁威迪，底线的孟翔。孟翔加罚一次，嘿嘿，有意思啊！今天的篮筐有点想抢戏啊。杨正右侧面对阿联，稍微有些慌张，走走走。前两场表现完美的杨正，面对易建联的防守，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。我们跟广东打，我们一挡拆也这样，连哥又换到我防我，这种感觉好熟悉。易建联现在要想办法尽可能为自己的球队扩大领先优势，内线造成犯规，罚球。好球！这样的球员除了犯规还怎么阻挡呢？